吃了一下皮蛋瘦肉粥，就觉得好好吃。对，哎，你看那个赘婿了吗？表示什么？吗？对，这个待会给你看。不用去。Monday.
觉得广州的绿化率不挺高呀？是不是快到了？3838678。给我拿吸管吗？可以拿了，在那啥。外面有座位吗？有的。华穗路。在来和姐姐吃饭，姐姐还没下班，所以我先来了。你回来就小袋儿的，就是那种塑封的。就上次你不是拍那个？去年夏天去的时候，前年去。这个是我从韩国带回来的盘子。他们两个终于凑成一套了。这个是昨天在面包新宇买的抹茶麻薯乳酪面包，我昨天尝了一点，感觉味道还不错。隔离的时候订过一次那个软欧包，但是就很难吃。黄金椰椰乌龙，牛杂。以前我也吃过牛杂，但是觉得跟广州这个不太一样。然后这两天尝了一下，觉得挺好吃的。然后这种牛杂店的这个辣椒酱好像很好吃，所以放了超级多。自从拍视频以来，我就有了越来越多的相机内存卡，因为用相机拍视频其实还是很占内存的。平时我都是拍完视频然后剪出来之后马上就把原素材删掉，除非有一些我特别喜欢的镜头或者是片段，我会就是放在内存卡里或者是转移到我的移动硬盘里。还有从韩国回来之前很多存货，然后呢还有我包括在隔离还有来广州之后的一些新的视频，非常的混乱。于是我现在打算把这个内存卡整理一下，先在电脑里看一下它的这个素材内容，然后用我最近的这个新玩具情景标签机来给它打一个标签，就把它分类一下。里面是有韩国的素材，还有隔离时候的素材，还有在刚到广州时候的素材。它会和手机蓝牙连在一起，在这个上面操作建立一个新的纸条，然后就可以用它打印出来了。韩国素材可以调整这个标签的大小，还有里面这样各种各样的模板可以作为参考，还有这样的小贴纸，打印标签，打印。好方便。
这样的话下次我就不用每一个重新插到电脑上确认了，然后我打算把他们三个都一一的做成这种标签。亚洲，亚洲，就换这种。如果用到收纳上肯定也非常方便，感觉以后可以经常用得上。在录的这个相机内存卡也需要做一个，如果点上传图片可以把你相册里的一些简单的图像转换为一种打印式的黑白图像，如果在 iPad 上我手绘的一些图案存到手机里也是可以直接点这个上传图片导入到这个里面的。我们甄选不一样的食材，做出更健康的狗粮。美优宝陪伴狗狗健康成长。这是我买的一个低脂的果酱，说是脂肪0%，谁知道呢？Say that I'm fine and